侯佩岑儿子鹅会喊不存在的阿姨，是为了庆祝母亲节，侯佩岑生了两个老外来拍照，骗你了。是他昨天出席了威风广场 Chloe 的废包快闪店开幕。哎，什么是快闪店呢？对，其实我觉得这几年都可以看到很多快闪店，然后我觉得快闪店最好就是你可以买到很多限量的商品，平常很多地方买不到的。你会看到我的废包里面出现一个小水壶啊。初为人母的他自是满口的妈妈经，一岁多的儿子除了会叫爸爸妈妈和阿妈，还会呼唤不认识的人哦。然后他有叔叔，他有想到，他不知道今天白天发生什么事，叔叔姐姐，他就会叫，对，他就会睡一睡，他就哎呦，他不会说打个叔叔，对，讨厌你们不要叫了，他没有对着一个 corner 叫阿姨，他是指着旁边飘，对呀、啊，同学。娱乐动新闻，我很怕，我现在讲好像没关系，哪一天自己一个人在饭店很怕，好不好？报道。